无限好，只是怕没有。OK，我们来看这个东西，那个俊乐跑去了没有？俊乐，有个新燕跑不进来，俊乐没有了，他不见了。King 文呢？King 文在吗？哎，King 文在，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是，OK，哎呦，等新燕一下啊，新燕还进不来，等我一下啊，新燕进不来，俊乐。OK，我们先讲啦，不用紧，我有 record 了，还有15分钟，不要浪费我们的青春。老师他哥哥去叫他了，OK，Thank、okay. you，Thank you，Thank you，Simon。OK，那我们看这个，那得得得得得得，这边有几个东西，我们叫做所谓的 technique block。OK，这边有几个东西，我们叫做 technique block，它的意思叫做所谓的写作的那个技巧。OK，我们叫写作技巧，很简单的解释。OK，什么叫写作技巧呢？就是我们每次看那个小说，或者是看一些故事书的时候，我们的故事书呢，它很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这样他会做什么方式呢？他会用一个所谓的写作技巧，他自己的方式，让那个故事变得更加的精彩。OK，所以这个叫 deliverable。不管你的题目是什么题目都好，不管你的小说叫什么题目都好呢，你本身呢，都会有看到这几个不同的写作技巧。那我先跟你们分享一下，OK？我等下会再 share 多一次在 group 那边，但是我先给你们分享这个东西，有教过吗？这个委员我没有教过，是不是？没有什么印象啊？OK，来，智慧有听过吗？这个东西，现在我教的那边，我有没有教过你这个东西？没有，是不是？OK 啊，没有啊，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啊，那 OK，来我们看一看这个，那醒燕进不到来，OK，应该是他。Hello，你是星燕吗？Hello，你是星燕吗？你进来吗？你是谁？你是星燕吗？是吗？你是星燕吗？啊？你是绝世大美女哇！那吓到我，不要吓我。All right，OK，、okay, 来我们看。不用紧啊，我留你进来先，等下再跟我讲话啊，听到啊？OK，全部人听到我讲话啊，这个我们要教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全部人听到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的写作技巧呢，我们的那个小说里面会有这几个重点的，这个我一个一个介绍，我用华语字来讲先。第一个叫做所谓的 dialogue 的意思叫什么？对白。你看小说的时候呢，它一定会放一个对白里面，吸引你的眼球，继续的看下去，看他们到底讲什么东西，好好的描述它里面的情况，这个叫对白。然后第二个呢，可就单的意思是什么？大家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可就单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惊喜。All right，可就单叫做惊喜，就是我们一下子的一个所谓的惊喜，有两种，一个就是非常的开心的事情啊，突然间那个回来了。OK，突然间那个主角回来了，这个是惊喜的意思。OK，又或者那个所谓的主角死掉了啊，也是惊喜，这个惊吓。OK，这个叫惊吓，可就蛋。然后 for permanent 的意思呢，它叫做旁白啊，旁白。OK，旁白，什么叫旁白？就是那个所谓的当你的那个故事的主角没有讲话。但是那个作者会描述那边的情况，那边的概念，作者会跟你讲那个故事的时间点，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会讲一个70多年前的一个，他会给你一个时间点，他会给你一个所谓的社会背景，他会给你一个所谓的地方背景，这个叫做旁白。好像我们看戏的时候，那个戏的主角没有讲话，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所谓的那个电视机那边出声音，在好耐好耐以前啊，这个也是叫做旁白。OK。啊，这个东西，然后下一个，我们的就是作者要描述的那个情况，OK，所以你可以看到关键字呢，就是讲在那个所谓的本啊，让会 maturity 看的一个东西，OK，然后下一个 in past company 呢，就是我们的回忆，OK，我们回忆想回以前的东西，是谁想？不是我们想，是作者去想，sorry，那个所谓的主角，那故事里面的主角去想回以前的东西，然后 suspense 叫做悬疑，悬疑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作者你不。作者会写一个文章，他是那个 ending 是要让你们去猜到底那个 ending 是怎么样，你们很想去知道，很想去了解那个结局是怎么样的发生。OK，这个叫 suspense。然后 monologue drama 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心话。OK，这个叫 monologue drama。什么 monologue drama？就是说内心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那个主角他自己本身。
嘴巴没有出声音的，可是他在心里面想东西，这个叫做内心化 （perfigura dalam hati） 这样的意思。然后 impas muka 呢，muka 是前面的脸啊，脸啊，脸是看前面嘛，所以 impas muka 是什么？就是想这个所谓的未来。Alright，impas muka 是想未来啊，impas muka 是想未来。OK，来，我们看这几个东西，这几个重点。所以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对白、惊喜、旁白、回忆、悬疑、心里话、内心话，或者是这个想未来的几个东西啊。那我们大概了解啊，这边啊，我拉过来一点，OK，拉过来一点。OK，那个 Chloe 哦是谁哦？是紫星啊？是吗？不可能啊，紫星是紫星啊。OK，哎，不切了。你是谁哦？OK，你紫星吗？I think it's Zoom Bomber。哦，你数的很吓到我。OK，来，好了，我们看一看这边。那这个东西，OK，来，我们看一看这个啊。那这边有很多个答案。OK，我们看哪一个对哪一个啊。那第一句我们换人来读。OK，我们换人来读。亲爱的以晨，读一读第一句。Penggarang mencerita kan penderitaan hidup penduduk kampung Sungai Ramai ketika penduduk Jepun sehingga tiada bekalan makanan. OK，来，我们这边是 Form One、Form Two 的班啊，不要听错啊。OK，我们看这个，这所谓的 Bengarang 就是我们的那个作者。OK，我们的这所谓的作者，OK，他正在描述着那个所谓的那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所谓的 Sungai Ramau 的人辛苦的情况，OK，辛苦的情况，然后呢没有食物吃，这是作者正在描述着的。OK，这个作者正在描述这东西，这样我们要放什么答案？来，全部人告诉我，第一题应该放什么答案？Everybody，第一题要放什么答案？Jack，Number one，哪一方面的答案？Jack，来，第一题要放哪一个？这个作者在描述着那边的情况，那边的时候的东西的情况，所以是什么答案？这边应该放哪一个？第一题，学生们，哦，上文，第一题要放什么答案？OK，第一题哦，因为他这边讲的东西哦是这样子讲的，他第一题哦，他这边所讲的东西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说法，OK，他这边哦，他是讲着那个作者，他正在描述着，他正在描述这个事情嘛，所以这个是旁白，OK 的。好了，第二题我们换另外一个人啊，这个第二题啊，我们看啊，来第二题，亲爱的请问读一读第二题，pembaca dikejutkan。来，请问读一读这个 “pembaca dikejutkan”，读到吗？啊，读不到！Oh my god，太久没有听到你声音了。咬我啊，凯文啊，也可以了，来，凯文读了，读一读这个啊！嗯，“pembaca 这是 dikejutkan”，我才刚醒来呢。什么来的？你刚醒来啊？这边，读这边，“pembaca dikejutkan”，你读到吗？你怎么还没有理我？OK 啊，不用紧，我忍住你先，不，你忍住先啊，等下我再叫另外一个人。OK 来啊，静茹，静茹好像读不到，静茹是读不到，慧轩啊，慧轩那、啊、来，慧轩读这个，pembaca dikejutkan。Pembaca dikejutkan apabila topeng dibuka ternyata sama ialah orang yang ditangkap oleh orang kantor. OK，本个本八车被吓到。
OK， 被吓到，当他的这个所谓的 topping dibuka， 就是他的脸，他的那个面具一打开，他就吓到。那个坏人是萨曼，他吓到的话，这个就是 kejutan。All right， 这个讲法。All right， kejutan 就是我们的那个惊讶、惊吓。OK， 就是这个答案。然后第三题呢，换一个人，亲爱的，君乐读一读这个第三，阿南 teringat，君乐来读一读。 没有麦啊，俊乐没有麦的，读不到，俊乐读不到，那俊乐没有理我，伤心。OK， 我派另外一个人。OK， 我们派俊乐的好朋友。OK， 来委员读一读这个。Another ingat kelangannya. Another ingat kelangannya menyambut hari raya di kampung bersama sama keluarga. OK， 他想起了他的这个可能啊，就是他的回忆来庆祝那个所谓的海瑞亚，想起了那个回忆。OK， 他想起以前的事情，所以这是 the impas kembali。OK， 想起以前的东西，这个叫做 impas kembali。然后这个 Anand the bayang， 他正在想象着那个所谓的一天，他在那边的那个所谓的。 那一天他发生的事情，他想象着他将会做的东西。OK， 所以这个是 impas muka， 他想象到他将会做的一些事情，这个是 impas muka。然后下一个，来，亲爱的星燕读一读这个 pak saidi， 这个读一读 pak saidi berkata。来，星燕读一读这个 pak saidi berkata。 pak saidi berkata dalam hati bahwa pada hari itu keris pusaka itu akan dilumu dengan para askar kebun yang ingin menangkapnya. Okay, 所以这个 Pak Saidi berkata dalam hati， 关键字它的 keyword berkata dalam hati 就是它里面心里话，它所讲的东西就是 monologue dalam man dialogue 是人与人之间的讲话。 Monolog 呢，就是心里面想的东西 ，All right。然后这个 pembaca tertanya tanya， 这个所谓的作者正在问着、想着。nasib Melayu apabila tentera Jepun semakin dekat， 就是说他在想着这个所谓的那个正在想着为那个所谓马来人的兵队的命运是怎么样，这个是 suspend。 OK， 然后最后一个 Pak Saidi berbuah-buah，berbuah-buah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聊天，他正在跟人家聊天，所以他在跟这个 Achong 聊天，关于他的脚踏车坏了，这是 dialogue。 OK， 所以我先跟你讲个关键字啊，如果你看到 berbuah-buah 这个关键字，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他是正在讲的对白 ，OK， 就是聊天。而 Pemeran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作者正在描述着那边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叫做 pemeran，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dikejutkan， 就是说被吓到 ，OK， 被吓到一个惊喜，一个惊讶。然后 impas kembali 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想回去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kenangan 也是可以啊，想回去以前的事情 ，OK， 那然后下一个这个 impas muka 呢，就在想象着未来。 想未来的东西，就是作者会在写那个故事的时候，他加这个元素，就是哈，这个所谓的读书的人啊，这个所谓的主角，他会想着他的未来是怎么样，这个是 impas muka， 然后下一个 monolog dalam 呢，它的关键字呢就是 berkata dalam hati， 心里话 ，OK， 内心话，讲里面的东西 ，OK， 这个叫 berkata dalam hati。 OK， 然后这个所谓的那个这个 suspense 就是 the Tanya Tanya， 他正在问着那个 Askar Melayu 的命运，他正在问着他们。然后下一个 dialogue 就是 berbuah-buah， 就跟他们好好的去聊天。OK， berbuah-buah 就是聊天这几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看到啊，全部打勾。OK， 搞定，对答案。 OK， 好 ，Steady，OK，、okay, 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看回去这个纸张。OK， 这个纸张 ，OK， 这个纸张呢，你们自己是什么州的？你可以看到有这个 Technic Block 啊 ，Technic Block 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 Suspense 啊 ，Impas Kembali 啦 ，Impas Muka 啦这个东西啦，下个礼拜我们再给你们分享。然后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做的，这个 Habuskan tempat pembiakan yamu etis。
还有这个所谓的鲁姆山，都是我们下个礼拜要做的。OK，so 我们还有对了 ，OK 了，这样其他的我们下个礼拜做了，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